我们今天有位台湾的藏友拿下宝贝过来，非常好的 ，OK。然后我们也帮他卖了很多宝贝了啊。反正就是，如果一旦你喜欢收藏，喜欢这个宝贝，基本是断不了的，就要不断的买卖，不断的买卖。有时候就以藏养藏，这些都是他早年的收藏了，很重金哦。这个我们叫半宝，半宝。五大宝石就是钻石、红蓝绿宝、红蓝绿宝、猫眼石，现在增加帕拉伊巴跟这个帕拉伊巴尖晶石都是非常高的，然后现在碧玺也是紧跟着这几个，然后再来这些就是半宝，然后230，你看这些石榴石啊、紫晶啊，这些就我们叫 semi stone， 就是那这些你要买也是很贵的，大家知道，Bulgari 都经常用半宝来做的，这个他买来很贵的，现在350，3.9克，才350，都是14K， 买来你就知道有多贵了，买来差不多1000多的。然后这个68翡翠，然后这个220日本珍珠，你看金的很厚的，220日本珍珠。然后这个199淡水珍珠，14K 的扣。很多朋友问我怎么分别淡水跟日本，当你有20年的经验才说的，就是你这个都需要时间来。那个这个倒是日本珍珠，虽然它不是很完美，可是它是日本珍珠。8.5到9 Aquaia 268也是金扣，8.5到9个米，大家知道现在8.5到9个米，天女珠就要过万了。我们现在有 Rose 珍珠2999，就是比天女珠低一级的 Rose， 这个 size 2999。但要我有这个也是淡水珍珠，168，6.5到7，17寸。然后这个168米珠，就买个扣了，买个扣而已，米珠。好，珍珠系列。然后这个翡翠，这个99也是很特别的，这个就60，砗磲佛教七宝，金蟾呢？那这个也是基本上没用过的，就是那都连着牌子都没掉，2500，13.8个米 ，coral diamond PT 很重啊。18克 ，OK， 你想想，18克都是纯手工定做的，这是很超值，2500，连牌子都没拿的 ，PT Coral， 1200，哇，非常流血红了这个，我们珊瑚尝试也是跟一位台湾的藏友学的，这个1500，11.2个米，11.2个gram PT， 12.3到12.4个米，漂亮。再来就翡翠啊，那这些牌子都买没，因为很多朋友买了呀，1200而已，1200真的买个坐着都不止，买个钻石都不止。哦，还有这个就是宝石了，这个 sapphire，all sapphire，color sapphire， 才350，4.9克，14K， 350，这个很超值的。那这个宝石跟半宝石之分，这个是 sapphire， 就是宝石了，那这个就 semi gemstone， 就是半，我们叫半宝。还有一些就是五大宝石嘛，五大宝石是
钻石红蓝绿宝跟猫眼，现在增加拍了一把就是碧玺的，还有 Demetoy 也很高的 Demetoy Demetoy 就是翠流石，还有就是其实现在 Chevrolet 这些新兴的宝石也是很贵的，很贵的 OK， 所以这宝石它不断的有新的新兴的是那个流行的因素，比如现在尖晶石很贵很贵，尖晶石很贵很贵 OK， 所以这个叫新兴的宝石 OK， yeah， PT 九克，那这个1680是翡翠，永远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就是很就很具分量的一个宝 OK， 那这个你看这个这个祖母翡翠不咋地，可是这个2680就买个座子而已，座子都买不到，我给你3000块你都买不到这个座子，非常重 PT OK， 反正买个座子而已，座子都买不到的。好，来了，那这个红宝石呢，哇漂亮，1234567891011，大概红宝石超过5卡拉，6800，而且这个红钻石起码5-6卡拉，非常重，18K 50.4，这个真的很超值了，那有些挺大的，那这个真的很超值了，这没话讲了，6800，这个马上应该马上会卖掉了，因为这些如果正常来说现在都要20000块了，20000块都买不到，老实跟大家讲这个价钱10年前都买不到的。然后这个2200 14K 23.9钻石3卡拉，这个也是10年前都买不到这个价钱，红宝650 14K 也是10年前都买不到，这个超过1卡拉，10年前都买不到这个价钱。那这个哇，这个翡翠有点年份，524 14K 4.1克，钻石现在金戒这么贵，这个599 6.2克，599，那这些这个才790 14K 6.1克，这个20年前都买不到这个价，20年前都没买不到这个 aquamarine， 哇10卡拉7克699，光买这个 aquamarine 都不止，然后这个非常大的 18K 17寸10克才1500，光这个金就差不多1000块了。那这个钻石不是很完美，这有一点纹 OK， 可是这个价钱太超值了，这个对金都要这个价钱，这个大概80分，钻石是不完美的 OK， 先跟大家讲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就请订阅频道加微信啊，我们不断的为大家提供好的宝贝，谢谢大家。